接下来的回转干探，转轮派是什么样的组织？现在仁城是一带很有名的诈赌集团，查了一整年也只查到几个喽啰而已。还不开门，你这小子！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躲起来？哦，妈，太主，医生说要把呼吸器拔掉，今天两点前要我们做出一个决定。队长，有人报案说在嘉岩洞发生人质绑架案，犯人挟持了一家人，说两点的时候会杀一个人。两点？开枪吧。上次去抓准人派那天，不是有个跟韩忠浩躲在一起的女人吗？就是她吗？对。回转干探，周一至五晚上10点，优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Togg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。